소환사의 협곡에 오신 것을 환영합니다. 미니언 생성까지 30초 남았습니다. 打一把戈本啊！哎，那戈本万一兵机整了个墙，好使不？能穿墙吗？他没试过哎。Minion들이 생성되었습니다. 不是E好像可以，就是 W 技能。 假如说那冰机搁外面放了一个墙，然后他开了个 W， 能不能穿墙啊？这不属于控制吗？也不是什么伤害的啥玩意儿呢。奥拉夫没帮他打，没关系，忘了，他也不早说，他多兰剑没事啊。A E 平 A。 平A，吃药，平A，别吃，啊，别给我吃，别吃，三个兵经验，一个不让他吃。 看他回不回家啊！他如果不回家，这边就越塔把他杀了。即使换也是可以的，没关系，回家了。嗯。 呀！想夹我，想夹我的棍儿，那不行，妹妹。哎，烧一波回家了。 刚才我使出了我单身30年的手速，耗费了我20年的功底，拥有100个细节在里边。阿古尼塔涅斯米达。 看看他是出肉的还是出 AP 的啊？对 ，A Q E，E Q 跟 Q E 不是一个出手速度，知道吧 ？Q E 的出手速度是特别快的，这是 E Q， 知道吧 ？E Q 的速度就会很慢，如果是 Q E 的话就会很快。 比如说现在这个小兵是刚才的格文，这个吧，这个啊，看到没？就是这个 Q 基本上是看不见的，这是你需要掌握的一个小技巧。他出了个皮海，我先 Q 一下 ，E 一下。 夹不着，一W溜走 ，K，
可以。先插个眼儿，再插个眼儿，可以开始控线了。可以开始控线开干了。从现在开始，他一个兵补不到，他是近战，还没有远程补兵技能，上去跟他打，平 A， 平 A， 夹不着。这英雄一旦劣势，其实很难玩，他都没法补刀。他的 Q 技能比我们的 Q 短。这波我可能要越塔杀他。他的 W 会加护甲20点，也就是75点护甲，我差不多应该能杀。没事，他挖掘给打不过我们。这你不过来帮我把他杀了，奥纳夫给我杀。哎，漂亮。不推了啊，让兵线出来。这不刚好炮车兵回家了。来个这个，再来个这个，带一个针眼，谁的针眼？我的针眼，那不带，留一格。他出什么玩意儿了？他出女神之刃，他出了一个皮孩，又出了一个女神之刃，相当于他现在只有一个多兰剑是他的装备。7分钟40秒，他的装备仅仅只有一个多兰剑。7分40秒，游戏进行了7分钟，他居然只有一件装备。控一下线儿。他终于出了一件装备，435块的小黄书，现在应该叫小红书。小红书是一直打钱，挖掘给打野，挖掘给在中。耗他一套啊！我要杀他，3秒钟以后。哎，这是怎么打到我的呀？这个挖掘给怎么打到我的呀？他 Q 空了，他怎么打着的呀？惩戒吗？哎，没有塔皮，塔皮不知吗？这么假？他是惩戒打着了吗？我这英雄也太 bug 了，鱼雷没打着，鱼雷被我躲了，他惩戒的我，他是惩戒的。太 bug 了，那惩戒还得
还得上印记的呀。真是恶心。这边他没大招，直接跳弹下来。好，找到他。他怎么跑那么快？哎，不行啊，今天必须打他一刀。漂亮，奥达夫。麻雀鸡好像有点香，没看见针眼，扫描了以后扫了个屁。哎，这针眼他看不见。中路的人有点多呀，中路这老些人。这么的啊，这边赶紧把线推了，中路的人有点多，直接推线。推完线以后呢，我们插一个眼儿到峡谷先锋这里，不要让挖掘给打峡谷先锋。我少了一层塔皮，我希望我们家奥达夫能记得我这份恩情啊。我先抠一下，我忘了有塔皮了，也不跟我早说。不早说呀。他敢找我打，是不是说明旁边有人？你在干嘛？你在等技能要大我？我有意的，我这叫腾云突击，我把你的鸡给你突了，把他洞给他踩了。这波两层塔皮起步吧，不知道他有没有传送啊？应该没有，拆了吧。没有传送吗？没有传送就给他拆了。拆完以后我们就无敌了，这把出布点还来个这个，不行啊，不能这么出，这么出稍微有点脆，但是也还行。傻挖掘给刀锋可能下去了啊，我们看看要不要下去。来来来来来，我们可以下去一周。哇，奥纳夫，哎，我奥纳夫，哇，奥纳夫，这鸡啥也不是啊，这鸡。我可以，我可以。你干哈呢，妹妹？回家呢，我送你。哎呦我操！今儿都不打，你不打，我打。
我让你没有机日。拆塔！我先杀刀锋啊！我们先杀刀锋，然后回来杀挖掘给 W 点岩 Q 转起来，再杀戈温，要打我们家的蛋！吹不 K， 二塔没了。那戈温呢就硬打蛋，这下回不会补就别补啊。高地没了，不用再拆了，没了，直接我们一波拿下高地。小龙拿不？小龙可以拿啊！等，回上家啊！卸手了，无敌了。让我们直接一波打穿。赶紧去把红拿了，我们已经无敌了。等我啊，马上到，我跳蛋，谁都别走，杀戈温，勾，还有没有德雷维？我站着，385393，你今天给我死，敢回头？回，杀刘。还敢回头？完了，给刀锋了。$100。怎么死光了呢？居然输了，谁到了？怎么输了呢？小输一波吧，小输一波。那锤石都不应该那啥的，你知道吗？锤石不应该回头的，锤石回头他正好给他刷心眼了，不回头他都打不着那锤石。好 Q， 奥大夫有血手吧？哎呀，死了！哎呀呀呀，死的有点多，死的有点惨呐、啊，这。这边还打不打？其实我觉得可以打。刀锋旁边有牛头。不好杀呀，刀锋两件套了，这刀锋怎么两件套了呢？挺猛啊。下路不用我们去，下路那冰机去就可以了。上路收一波。啊，刀锋因为我们的弯汗桌刀勒死，也导致他两件套了。冰机死了，我们可以杀的刀锋。哎呀，
妹妹六百五。我刚还有闪呢，德莱文来了。谢谢你给我打石头人儿。谁点的投降？为什么投降？心态不行啊！再收一波黑切了。哎，把红收了，正好德莱文没来，我们把红收了。哎，不用把红收了，直接上路二塔没了。给我三秒钟，就拆一个塔。牛头害追，追我就跑了，来打小龙。回家了，这波不狼了，来个黑切。他们家除非五个人一块集合，我能把我打死啊！但那样的话，我们家肯定是赢了啊！没有任何的其他办法能赢得了我们现在，除非五个人集合我。我这波有闪现，有蟹手，有黑切。我两个字无敌，打龙，先打龙，直接上去闪现上德莱文 W 过来 A 一下 Q 带转杀，给我打，哎，全死，拿下一波完美开团，大龙。大龙，大龙，大龙！奥纳夫自己小龙，你们那啥，我就推中，我们兵分三路，三下操作，奥纳夫小龙，你们大龙，我去推中。一波三下操作。有没有红 buff 啊？不行，这不能回家啊！这波不能回家，这波还得收一波。小贪一波，出个春哥，春哥哪去了？这么贵，挺贵呀，没够。我以为两千五就够了呢，没够，没够。等会儿钱我出那啥吧，出魔切吧。等个十块，等。贵了三百块，他还有先锋八个了，现在过去也没有用，现在过去他也没在那儿，他下班了。别那啥啊，别那啥，别哎呀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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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，捡灯笼，他有蛋呢，这不救一手。那金克斯怎么跑这儿来了呢？漂亮，奥纳夫，坚持住，给我坚持住，兄弟！他是个屁，他，我一秒就杀他。人，挖掘机伤害那么低。
隐隐了，隐隐。给奥纳。